大家好，又是我 Esther 心灵分享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个 Tony Massage 的一些灵性的 tips、okay? 其实每一个早上起身的时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昨天讲过啦，可以唱歌仔啦，这个 Every Little Cell in My Body is Happy， 那这个非常之好啦。那然后呢Pony 教我们做什么呢，就是我有这个猫子看着、okay? 每一天早上起身对着块镜，咁當然你喝杯水先啦，咁嗰啲唔講啦，係咪？就係、是、你對住塊鏡講 ，Today is the best day of my life。今日係我人生最好嘅一日。今日係我人生最好嘅一日。然後就係、是、好，你對住塊鏡講，哇！你好靚啊，你好索啊，你好正啊咁樣。大家可能咧覺得，唉、哎，咁搞錯 ，Esther 朝頭早起身污嘴污面咁樣樣，個口又臭係咪？點靚啊咁樣？唔得，你唔可以咁諗嘅。我記得咧，阿 K Chan 咧 ，K Chan 同我講 ，K Chan 媽媽話佢咧有時夜晚半夜三更去嘅廁所，你知即係嚇人嘅嘢嚇，去屙阿爺嘅 PP 咁樣。咁有時咧，大部分時間我哋係唔會照鏡嘅，但係 K 媽媽唔係嘅。阿 K 媽媽你會對住塊鏡，然後對住塊鏡講：那麼漂亮怎麼辦？即係話靚成咁點算啊？咁樣。咁你會發現咧，你講呢啲説話，可能初初你覺得，唉，自欺欺人，半夜三更去廁所仲照鏡，大家利是咁樣，個樣又勾烏咁，唔係噶，你照下照下，你會發覺自己越嚟越靚噶。OK， 好啦，咁我哋朝頭早就係咁啦，咁啊對住塊鏡講啦，然後咧就係、是、I'm wealthy， 嗱我一句係咁嘅 ，I'm wealthy, healthy and sexy。I'm wealthy, healthy and sexy。中文就係、是、我又有錢，我又富有，我又快樂，我好性感。是不是好啊？咁样 ，I'm healthy, I'm wealthy, I'm sexy, I'm wealthy, I'm healthy, I'm sexy。咁你要作一句嘢出嚟咧 ，affirmation， 我哋叫肯定语啦吓，就最多三个字啦。你唔好好长咁样，又 healthy, I'm wealthy, I'm sexy, I'm productive, I'm creative。咁你好难记啊嘛。咁我句嘢好难记，好易记嘅。I'm wealthy, I'm healthy, I'm sexy。咁啊，咁你作翻你自己句嘢啦吓，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啊吓。咁好啦，然后跟住咧，你对住块镜讲，我值得拥有财富。我值得擁有愛情或者是你家庭啊 whatever OK， 然後跟住就是我好可愛，我好值得被愛，對住塊鏡講 OK， 然後第三樣是咩咧？就同自己講我愛我 ，I love me， 我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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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你厭為止，講到你膩為止咁樣 OK， 然後第三樣是咩咧？第四樣是咩咧？就是呢樣嘢你好開心嘅就係每一日決定做一樣嘢，做一樣嘢令到自己開心 ，OK？ 做一樣好細微細嘅嘢令到自己開心。例如我今日就約咗一個好朋友傾偈啦，咁啊即係有啲咩合作機會咁啦。咁基本上咧，我唔中意嘅人咧，我唔會見嘅。咁樣好啦，今日講住咁多，聽日繼續講最嬲尾嗰兩點，聽日見。